好的，啊，Let's go， 各位早，今天啊，战神啊，战神，到底是要更新几次啦？哎呀，为什么每次开直播都要更新啊？今天1:14更新什么？有没有人可以解释一下？突然觉得喉咙好痒，为什么？我得了一个开直播喉咙就会痒的病。老头哥哥变魔术，我变不见，不开心也变，不开心也变。我开心，我难过，我是全部都变。忘词了，索尔应该不会以 DLC 的方式行事吧？我觉得他还会直接依照这款，应该是说依照这个公司的做法，我是觉得他会直接弄在下一代，不会以 DLC 的方式行事，我的猜测啦。天发亮，嗨，一头共早，各位早啊，许瑞发，许瑞发早安啊，李俊义安安啊，王晨烨安安啊，风雪安安，面面安安，荒野大大安安，一头共安安啊，杨晨凯安安，哎、欸，周宇安安，水灵你好。廖天易安安，猫猫你好啊，蒋佑成安安咳咳，哦，太快了，来不及面啦啊，披米安安，赵古木安安啊，然后燕中丁安安，然后 CH 罗伊安安咳咳，哦，喉咙好痒啊，怎么这样？啊，我念不完了，反正大家早，今天稍微玩一下我们的战神，啊，终于不用那么赶了，我们可以去解解支线任务，然后打打女武神，收集一下该收集的一些道具啊。晚餐吃了吗？有啊，我吃了八只女武神，没关系，慢慢打。我现在，我昨天有稍微收集一下材料，提升一下装备啊，换上了那个紫色的装备，哦，有比较硬一点的，然后把我们的卢恩符文的数值提高了，哦，数值提高之后呢，混沌之刃伤害变好大哦，打起来蛮爽的。不要再被女武神打到流产了，我不知道哎、欸，打开就知道啦。蹲蹲蹲，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进来都要更新，到底是在更什么？我查一下了，1:14，咱们战神1:14在更新什么了？好，目前没有任何更新的消息，1:14，巴哈查不到。那我打一下战神。1:14，更新了不少东西，我来看一下、喔。纠正了 Pro 的风扇策略，不再失控风转，真的假的？
Pro 有失控疯转哦，提升了普通 PS4 的分辨率，平衡了高难度下敌人的 AI。阿南意思是说，之前玩的都是被打假的，都是活该的哦，现在才平衡了高难度的 AI。你的意思是平衡有提升还是下降啊？纠正了部分场景色彩溢出的问题。啊，增加自动存档和入载的速度，修复了自己已知的游戏内 BUG。其实也还好啦，就没有多大改动。我只是对他针对把 AI 的难度做平衡，我就觉得很不爽。都已经破完了，你才给我跟这个，那我直接被打跟狗一样。结果 AI 升更高，真的，我应该是啊，算了，依旧是我们的困难难度，我们不改。我有个朋友啊，他直接挑战战神难度，我跟他讲说，你好辛苦哦，困难我就已经被打了哇哇叫，你还玩战神，战神难度最难的。你有去赫尔海姆那里的奥丁之眼吗？我还没去那里看呢，晚一点吧。反正我现在有一些支线任务，我想要先手头先把它解完。抛放要站出来了，谁啊？哎！怎么一来就蛮有敌人啊？这下面情形。一言不合就开耶！一言不合就开敲。哦呀，有点痛啊，打打、啊！哈哈哈！哪一的凶？不管我受不受得了，你就是要硬凹就对了。我们现在所用的是低率、低倍率、低化那个什么高影格模式啊、哦。我们现在你现在看到画面这么流畅是高影格模式哈、哦。来，我们把它调回之前原本的。哦，我们之前的直播全部都是用着重解析度的性能在跑的。那着重游戏性能的话，老头终于稍微试玩一下、哦，有差别，真的有差。啊、哦，那像你们现在这边所看到的是着重画质，啊、哦，你就会看到这个稍微有一点模糊啊，就是转场的时候，帧数大概掉到30左右了吧，不过还是 OK 啦。哦，那如果你们看一下，着重性能的。有没有感觉差很多？肉眼都看得出来吧？哎，那道怎么用啊？嗯，不对。哎，这一刀弄都用不出来了、啊。我怎么忘记那个招式了、啊？Cashing your ban。哦。为了。
行。好吧，我们就用着重画面的，不是着重画面，着重影片，着重流畅度的方式来进行游戏好了，好不好？那接下来我准备要去解这边的支线，哦，我们要解一下这个，我们要在这个苏兰尔矿区啊与布罗克见面，走吧。战神玩多久了？34个小时。大概34个小时吧。双刀跟斧头谁好用啊？见仁见智吧。我是觉得斧头比较适合打一些杂鱼。没有，斧头比较适合打一些 boss。然后双刀我觉得比较适合打杂鱼。两边不一样。开心也变。我不开心也变，我开心，我难过，我全都变。哦，门开了。最后的龙有找到吗？目前还没有，所以说今天看可不可以找得到吧。今天有可能会。尽可能找吧。欸，我们来接你的任务咯。那我们现在干嘛啊？叫我来这边见他，然后什么事都没发生啊。欸，大哥，任务呢？英勇的证据啊，这是打女武神。有啊，我来见面啦。你别跟我讲是 bug 哦，帮助他找到死去的朋友安德瓦里，所以说已经开始了是吧？好吧，我们去找他死去的朋友。鳕鱼来报道安安。老罗唱的圣洁石的歌吗？是啊，是啊，是啊。噔噔噔噔，哒啦哒啦噔。哦，可以走这里啊。欸，我是走错边了，我走错边了。是回头的路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啊，这是回去的路啦。迷路大哥。我也会被儿子杀死吗？不晓得。这一切都是个谜。我们就看战神五他要怎么处理吧。诸神的黄昏。啊，各位来的都安安啦、啊。不是玩完了吗？玩完归玩完啦、啊、但是还是有他的支线任务跟一些收集道具跟隐藏要素没有拿到吧。对不对？我们的女武神还没挑战完呢。We're not getting in there without a key. 啊，没有钥匙进不去。啊你，啊不对啊，啊他叫我来的，啊现在才显示啊。我操。Talk to this here ring. 对着戒指说话。I can't hear thoughts from rings, bro. It's talking to me. It's Andvari. 安德利瓦。安德瓦利。He went to the Velander mines to observe his mistake.But then the Soul Eater attacked, so as he was being ripped apart, he cast a spell that removed his soul. 灵魂转移到戒指里头了。And then he. What about all his stuff? Andvari had a workshop here with all sorts of posh doodads and ornatory tools, and one beaut of a hammer. 精美的锤子。You're upsetting him. Your point?You fellas take Andvari with you and go have a look-see. If you find his hammer, I'll whip up something real nice for you. 要升级我的装备吗？为什么突然觉得他才是老大的感觉啊？你不觉得那个布罗克讲话很屌吗？好，入口的钥匙。你不觉得他很像很拽的样子吗？
我要老板叫你去办事，我就去办的那种感觉。他说忘记奎爷是杀神残暴的一个怪物啊。I do not care. I'm not gonna tell him that. 祝福太有用了，老头的祝福，真的假的？那我也想要祝福我自己。哇，这什么？哦，开舵。被咬啦！哪里啊？数量也蛮多的哦。转转乐。被扒脸了，被揪出来了。It is over. Over. 你后面的是人头吗？是的。Ivari says the dwarf is part of his crew.That he died because of his mistakes. He sounds sad. The ring's grief is of little importance, boy. 他说戒指的背后不是重点，孩子，真正的重点是我们可以拿到好东西。好，往这边爬。乌鸦哦，我有乌鸦啦。哇，直接破了这样子。哎呦哎呦哎呦！啊，怎么那么多精灵？为什么会这么多只？一直来。都在哪里？好，结束了，结束了。一大堆苍蝇飞来飞去的。这边有个宝箱，待会再来捡吧。应该不是现在解吧？哎，有东西。开心的 band。哎、欸，有宝箱哎、欸，啊，我怎么下去？下来了，我会选择跳旁边啊，好像不行哎、欸。不对啊，啊，这上面箭头明显说可以往那，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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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了，过来了。
装备都满了吗？还没。九界之湖的八个国度顶部的火焰点亮。可是我只有点，我还有一个没点到，这个没点到，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去啊。我到时候想办法吧。我记得我全部都点了，我只剩下这个没点到，船屋旁边这个点不到，它要从后门上去啊，那我就卡在这里了。我其他的有点啦、啊，我还没有把它全部点完。好、哦，东西拿到了嘛？从那边跳下去。哎、欸，不行，从那边跳，这么低也不敢跳，还要中规中矩的从这边爬回去，麻烦。所以说，那个全部点亮可以拿到一个女武神的克星哦。嗯，但是我必须先点亮才行，我还没有全部点完呢、啊。小孩子在哪里？出来哦！Silence that ring, boy. I don't know how. 叫戒指闭嘴、欸、，boy。哦？有个秘密，哇！这么窄的地方也硬要升怪，世界之石没死啊，没挂没挂，时间暂停很好用哦。护符有国界之境的吗？我不知道哎、欸。国界之境，这是饼，不是护符，没有哎、欸，还没入手。不知道哪里拿啦，反正之后吧，别急别急。刚刚你好，各位早。战神好残暴啊，他本来就是这样啊。如果他不残暴的话，这游戏就不卖座了，是不是各位？这款游戏应该说这个系列都是以残暴杀戮为主轴啊，而且这一代的残暴氛围，我觉得已经算少了啊，已经算少了。流亡剑哦，对啊，流亡剑啊。哎、欸，秘密。找到了秘密。哦，那是打我女武神掉的哦。按错了，抱歉。这是干嘛？小缝缝钻过去。嗯，等一下，我看那里有什么。貌似好像又要再找什么？那个亮晶晶的什么？封印符石吗？与其这个，我想先搭这个、欸。哎，先上来看一下好了。我就知道。Boy, over here. 新的宝藏图。流亡剑去哪里拿的？剧情的推展就会拿到了。在索尔跟前跪下。新的宝藏，好、啊，所以说只要到索尔的雕像前面就可以捡到这个宝藏了，是吧？传说咒术，哎，谁会知道在哪里啊？会捡记录档吗？不会吧？我觉得已经没有捡的必要了。我应该会很单纯，就直接上传完整的记录档，这个没有必要捡了啦，没必要去捡了。
哎哎哎哎，啊，那怎么有一个像箭头的东西？算了。哎，安安你好，考完试了开心啊，安安。恭喜考完试了。哦，那个是那个、啊、那个石像鬼啊，然后那边又一个，哦，好像那个黑暗灵魂哦。哇，你个去！啊！干一大堆阿里阿扎东西，去哪里了？太多啦！解说干什么东西？哎、欸，啊，不见了。躲嘞。笑死！他死掉了。我刚还以为他会动，说，好讲话，戒指说话了。Boy, ignore him. It's sort of tough for me to ignore. 啊！神操作并没有吧，太抬举我了吧，我只是乱枪打鸟而已啊。还好老头有拍战神三跟四，不然我只有一代跟二代啊。其实我还蛮想回去玩一代二代的啊，只是现在主机没有啊，只有 PS3 有那个合集可以玩而已。啊，我 PS3 就卖掉了。GG， 你不觉得儿子叫洛基怪怪的吗？其实不用怪啊，他就是本来洛基本来就是神话北欧神话的一部分啊。那为了做这款战神系列的游戏，他一定要得合理的把它合在一起嘛，所以说一定会有一些地方会把它合理化啊。啊，克雷多斯本来就是一个虚空的虚幻的角色啊，那结合现实。应该也不能说现实哦，应该是说结合，我们真正这个真正的这个什么神明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必须要这样做吧？对啊，难道你还跟我讲说，从前北欧神话有一个叫克雷多斯，他是从希腊来的？可是这是虚无的啊，这不是真的啊。虽然说这些神明也不是真的啦，但是。它是有历史性的啊，克雷多斯就是为一个角色而诞生的，一个游戏而诞生的角色啊，就这么简单啊。奥迪从来没有出现过，对啊，他从来没出现过啊。不过我相信，棺材会触发一堆陷阱，真的假的？要开吗？反正不过我相信啊，五代的时候一定会一堆诸神之战就这样开打了，因为我们已经触怒了佛利亚，他诅咒我们，到时候一堆神会来开杀我们这样子。有吗？有什么陷阱？骗人。I see no traps.
所有异常状态的抗性增加12%。哎、欸，这个好哎、欸，我可以换了。要换掉哪一个啊？我觉得这个还好，弄掉好了。哎、欸，我刚刚打那颗在哪里？元素。弗利亚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林中女巫啊，巴德尔的妈妈，他母亲，巴德尔的母亲。我把儿子杀掉，所以他现在气呼呼要诅咒我。弗利亚，对啊，念佛啦，弗利亚，念佛应该可以啊，佛利亚，佛利亚。你为什么要杀我的儿子？我宁愿被儿子杀，我也不要他被我他被别人杀掉。这个妈有病啊！这老母亲有病啊！其实严格来讲，说真的，血手旁观战神就没事了，你知道吗？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冲过去那一季把巴德给干掉，然后就招惹了诸神黄昏。可能是觉得不想要再亲眼看到这种复仇的悲剧再度发生吧，但是我觉得是制作人 为了故意要把这件事情引到诸神的黄昏，他们才有故事可以写啊。哦哦哦哦哦哦，吓死了！哦哦，吓死吓死！哦，吓死了吓死了！对啊，这样后面才有戏啊，对不对？如果最后的结局啊，最后的结局他完全就不想要阻止巴德尔，让巴德尔杀掉他母亲，哎、欸，啊，后续怎么演？没有办法导向诸神黄昏啊，导不过去了。难道说要硬凹说谁谁谁怎样又惹怒了克雷多斯，才导致诸神黄昏？那转的还蛮硬的、啊。女巫底下水洞有一只女武神啊，有啊，我有去过啊，我好像没打赢吧，之后再打了，不急，解任务解任务。踩一下，这墙壁都爆了，是怎样？这是干嘛？哦，这是爬的。怎么会有奇怪的声音？好像什么火焰的声音。这是水的声音吗？哎，上面有宝箱哎。好像有那个爆炸弹的那个声音哦。女神长怎样哦？嗯，该怎么说啊？嗯，就一双翅膀，然后拿着一把剑这样子吧。工作房就在上面。比较相信会说话的戒指。我不是告诉过你会说话的戒指是骗人的吗？为什么就要一直相信他？哎、欸，晚上好，晚上好。安娜，干什么？哎呀！哇！哦哟！哦哟！哦
倒头栽战术，还弄不死。掉下去了，哈哈。哇，又上来了。Oh my god! Oh my god! 哎呦呀！哎呦呀！危险，危险 ！Come on！ 哇！盖挂了 ，no， 硬邦邦，超痛，布马巴布，换一个符文。结束。第一次跟台湾，你好。Boy. Father, please, just listen. Invari's crew did something bad here. He's glad you destroyed his lab, and he's sorry he kept trying to trick us. His hammer is just through this gate. 你要我相信一个，相信一个。相信一个奥丁之眼。好，我不知道在讲什么。弄掉一只奥丁之眼了。我们还有几只啊？我们还有23只要找哎、欸。啊，麻烦死了。哦，埃吉尔的守护护身符，制造一个小防御区域，让克雷多斯攻击不会遭被打断，并减少受到的伤害。升级还可以恢复少量的生命值。Oh yeah, boy！ 哎，他好像可以装咒术哦。哎，越来越屌了、啊，这个越来越厉害了，这个连咒术都能上去了、啊。高几率获得卢恩符文的恩赐。这是什么？低几率获得冷却。极低几率，那、啊、他都是已经是传说等级的，还低几率会不会太那个啦？太严苛了点啊？我们还是装一些比较习惯的吧。承受伤害极低，我不要。释放卢恩符文，攻击时承受伤害的话会减少30%。到时候我想要把这些整理一下了。我想弄个减伤也不错。护身符可以塞咒术，屌！老头，你用摇杆玩吗？我是用摇杆玩啦、啊，这是 PS4 的独占啦、啊，
所以基本上只有 PS 有这个游戏，其他游戏其他的平台找不到。老罗吃饱了吗？我吃饱了哦。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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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把他升满，我们就可以回血，不错、哦。好了，我们现在这边应该是往上爬，然后往上爬好了。开到几点了？我不知道哎、欸，开到我累吧，反正已经不敢了，主线都解完了。开门。欸，这边石头塞住欸，待会这边应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哦。Interesting. I may want to write that down. 什么东西？噬魂者，把远古尸鬼的灵魂抽掉，当做什么？哦，驯养哦。所以说这是他拿来养，就养到后面把他害死了。会有老头冲出来吗？有可能哦。This is a fine hammer. 哇，这锤子很不错。耶、yeah ，好，是用这个把它弄破啊。推。Can we keep him? We will talk to the blue one. 哎。从地心窜出。哎、欸，早安，小红。驼兽。哦，那个念驼，驼驼驼驼驼，驼驼驼，驼驼驼驼驼，驼驼驼。这个矮人应该就是他的朋友了，安德瓦里。我觉得啦，我猜的，很像，都是矮人。我们刚刚是不是什么东西没有解到，对不对？我还想要不要回头解一下、啊，还是该解都解啦。先还人物再说好了。玩战神模式哦，要我随时切换都可以啦。哎、欸，为什么不行？此难度无法在过程中更换，要重新开始哦。好，不要了，算了，放弃，困难就好了。他一直跟我讲说，你要玩战神难度，好，请你重新开始。也不能更改哦，算了吧。人生已经很难了，为什么要玩游戏还要这样折磨呢？算了。Here, the alchemist's hammer. His spirit is a nuisance. Yeah, Anvari always was an asshole. Asshole. Hell of an alchemist, though. Hand him over here, and I'll melt him down. What? You're going to melt down your friend? A trapped soul's what I need to give your reward some extra oomph. What? You don't want it? Father, we can't do that. Here, you hold on to him. He's really useful, I promise. Fine. So long as he proves his worth. 我居然要把戒指给留下来欸。安德瓦利的灵魂。It's a bit of a softy, huh? Well, he'll grow out of it. 每次以卢恩符文攻击杀死敌人时，极高几率可以得到增益效果补血。欸。果然不错哎、欸，在哪里啊？他是这里啊，
他而且这个不能升级耶，有这个灵魂，我还可以杀死敌人来补血，而且是高几率哦。不错，我又换了喜新厌旧。Now you're talking。这个可以升哎、欸，国度精华只有一个。这样子就变成两个孔哎、欸，等一下好了，以后可以用，以后可以用。Now。有没有可以再多装一个？有没有？哦，然后又可以回血，是不是很赞啊？又再多装一个。哪一种比较好用啊？隔挡增加，减伤，哇，越强了。战神模式会哭哭，不知道哎、欸。等到哪一天，我真的觉得生无可恋了，你知道吗？人生没有什么好刺激了，我就会开一个战神模式来玩。What else do I want to tell you？ 我这边东西都捡过了吧？怎么这只差一个女武神没打而已啊？我再去看一次好了，那可能没有这天了。没有啦，其实严格来讲啦，是觉得如果啦，如果没有什么游戏好玩了，超级无聊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就会考虑开一个战神模式。可是你要想哦，战神模式已经很难了，你要把它通关，这要更长的一段时间。啊，在这个游戏这么如此泡沫化的这个环境之下，要到真的没有游戏可以玩，难上加难啊！我觉得每两三天一款新游戏，每几个月一款大作，我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情。又不像以前游戏数量很少，都可以一款游戏玩得炉火纯青。现在嘞，玩个毛皮就换啦。今天有放松吗？没有。你还记得之前玩邪灵入侵时的痛苦吗？哦，对啊，经典模式啊，我还是把它破完了。不过破完了之后感觉很爽啊，就全部通关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你知道吗？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个，那个地方在哪里啊？我记得有个地方怪怪的，我想要去探索一下，是这里吗？不是，那个东西在哪里啊？突然不会走了，《生化危机7》我已经。恶灵古堡七又已经破七八轮了，那不用讲啦，那就被我玩到。对啊，而且好家在他的游戏时间又不够长。我当初会想挑战的原因，是因为他游戏时间本来就不够长啊，没有很长，大概只要花个两小时半三小时左右就可以快速通关了。那战神这个系列游戏时间实在太长哦，这个啦，找到了。太长了啊！第一轮房东一直在哀叫。老头，现在 PS4 游戏直播吸引力不输给 PC 游戏吗？应该这样讲啦，因为这是独占的关系啊。独占的话，当然就会有它的吸引力啊。
就是会有他 PS4 的吸引力嘛，就是他别的平台不出，就死硬要出在这种地方上面。嗜血龙骑士，不要玩过他以前的前作了，好像一代二代吧，玩都快吐了。浓妆很严重的一款游戏，浓超大。是这个吗？不是。三代比较有趣，我没玩过三代、欸。好，往这边走。这边有东西啊。可是我对这个，还蛮有，还蛮有那个呢，怀疑的呢。你说没有东西，那这里是什么？你看我上来了，再说没东西呀、啊，再说没东西呀、啊，马上被我打脸，哈哈哈，啊，笑死。我就记得明明就有一个东西，我好像还没有完成，我就直接略过了，对不对？好笑啊！然后上面是那个火嘛，对不对？没有错，所以说这边应该真的没东西了，可以走了。好，走吧。记录档是明天出吗？没意外，应该就直接明年初二啦。对啊，我就会直接上传了，然后我也不剪了，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剪的、啊。好了，我们可以回去了。回去的路在哪里啊？完蛋了，我迷路了。这里吗？哦，好像是这里，没错。回家。而且我超想看老头你玩人中之龙，人中之龙系列我其实我也想玩嘞、欸，可是我怕被人家丢版权嘞、欸，丢了我就哭哭了，GG思密达，我怕，嗯，我怕。因为时间过了，真的吗？好吧，考虑考虑。老头需要是导盲犬吗？我还蛮想要的。我的路痴属性直逼索隆了。不过要看多人实况人中都没事，都有破关的。他们在 Twitch 吧 ，Twitch 不会丢版权啊。YouTube 比较有那个版权的疑虑在啊。Twitch 还好。YouTube 比较严格 ，YouTube 真的好严格。龙族教义，龙族教义，我好像只有玩一下子而已，特价的时候买的，而且我还没有把它玩完。对吼，我们现在还有其他支线，稍微看一下好了。勇气的证据，女武神嘛，之后再说。收集500个迷雾回音之后再说。家务事，前往诺德里要塞，这怎么去啊？使用国度桌传送到穆斯贝尔海姆。这个矮人任务怎么去啊？哎呦，这么远啊！哎呦，看来有的走了，我们可以先从这里过去哦。好，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边还有一片迷雾没有穿越。好。就决定是这里了。魔物猎人有新魔物、哦，我知道啊。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打、啊，有点觉得有点觉得有点懒。就是雅典娜好丑。到底对雅典娜有什么不满？为什么每次一来都要说她很丑？
雅典娜表示 QQ。也是从人一开始，15年的游戏，嘎，好久哦，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耐心呢。我又不打 LO 的，叫我下载 LO， 有没有搞错啊？就说确定是传这里吗？我要怎么去那个地方？坐船？要听故事了吗？直走，直走。哎呀，这里我来过吗？好像没有哎，的确没有。Come here. How did you come to be in these lands?Lad, there comes a time in every man's life when he changes his name and heads north to make a new start. 飘向北方。If you live long enough to do this many times over, you might end up as far north as this place. By the time I arrived, I already knew Odin by his reputation, and so I set to demonstrate my worth by coming to him with something I knew he'd value. 我来了。A mystic well of knowledge, and we'll pick this up later.要问我为什么知道他在那里？因为我听到声音了，是不是很厉害啊 ？I didn't think we'd see you out here since you and Brock got back together. Everything okay? Oh, better than ever. You know, I really think we've both grown in our years apart. 好，闭嘴。So how come you're back here? Just catching some fresh air. 还不能生。I love my brother, but he's这种没有能力的啊，全部拆一拆了。My. The secret to any craft is in the fine details.我在想说这些蓝色要不要留，好像不用留了吧，占位置，感觉真的占位置，但是感觉放着也没什么关系啊，感觉啦，我觉得我还是买补血的好了。那狂暴战士护符复活起来可以反打一波，感觉还是没有血回的快，一下就没了，啊、又没有多少血。Now there is something else to tell you. 不要玩护符。哎、欸，我们到了、欸，然后呢，还要继续前进这样子。看来是要继续前进的。明天几点出啊？一样是下午5点。赶快的时阵，一样的时间。I still can't believe a son would kill his own father. That's crazy, right? I know we only got one side of the story. But come on, his own father? I mean, I get angry at you sometimes. 别个讲啊，你会吗 ？Sometimes, yeah, a little. Oh, but I've never stabbed you in the back. No, I imagine not.我想你也不敢吧，哇，死屁孩敢问这种敏感问题，找死是不是？好，我们到了。从这边上岸。Maybe with the big water wheel. My thought as well.战神三跟四哪个好玩啊？我觉得两种游戏类型不同、欸，玩法不太一样，两边都好玩，我认为。Hello， 哇哦，好远哦！哇，回血、欸。
哇！我回血了，我回血了。笑三笑，然后就摔死了。Our enemies are strong. 遇到打不过的敌人吗？推下去就对了，嘿嘿。老头20万订阅的时候，在总统府前面摆一张桌子办见面会，神经病啊！假霸修营。啊，你吃饱太闲了是吧？在那边办见面会，被揍啊！我刚刚从这边过来的，对不对 ？Nice。塔侧边能往上走，有小箱。这边对不对？看到了。Yeah。喂，20万订阅的话，老头讲最冷的笑话，我现在就可以讲了，不用等那时候了，好不好？哦、，Yup， 宝藏宝藏，从前从前有一台列车，它会动哎、欸，好可怕哦、喔。讲完了，呀、yeah ，来晚了吗？嗯，一个小时了吧。好，现在剩这里面的，我就在绕路。飞浮水车哦，嗯，这边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它飞呢？哎、欸，我来看看，老头都用什么防毒软体哦？我没有用防毒软体呢。没在用什么防毒软体啊？干嘛挡在这里啊？一台列车，它会动。哒哒哒哒，可爱呢，可爱可爱。哎，我看到这个了。我要回去捡，这边也有啊。都是钱，没用防毒软体就代表下载记录有一些好东西是吗？嗯，不好说，不好说。什么东西？有斧头专利的牌子啊、喔？是啊、喔，没关系，先解这个。啊，好臭！考完试自由了，恭喜你，恭喜你！有飞斧专用的牌子。这个吗？不是，看见了。Oh yeah, boy！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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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几条？啊，就一只而已啊！哈哈，啊，跳一个小刀，这边这边一只，来来来来来来，我怕你别过来哦，我会惊，求你了，求你了，不要，我害怕，我把武器都给你，我把武器都给你了，不要伤害我哦，我跟你说，不要伤害我，啊是没有听到是不是？不要伤害我哦，嫩。啊，这我要怎么下去啊？哦，是这样子啊。为什么直播那么卡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啊？要我重开吗？重开也是可以啦，呵呵。好了，我们回去了。哎、欸，啊，我们还有这个呢。这个貌似有三个符文才有办法拉开这个门，是吧？这是怎么过去啊？嗯，又一道神秘的谜底。神秘的谜底，应该是从别的地方过吧。What? With me? When? Oh. 对我生气的时候。Sometimes when you don't think I can do something, but I can. It is not always easy to know what. It's okay. I get it. I'm little. Where's that whistle? Okay. 我花花香前花。哇！480 60P 480P 60 480没有60P 吧？困难模式有比较困难吗？我是觉得还好啊。Oh yeah! Oh yeah! Oh! 1080 60会稍微吃了点，可以考虑720哦。哇！要大变！Atreus, to me. I'm coming. I'm coming. 这是什么？经验值有50000点，50000点经验值。哦、oh, ，找到东西啊！断开网路重开什么的，嗯，看情况吧。如果大家很多都是看不顺的，我就考虑重开了。目前为止好像还算可以，因为有时候说真的啦。我这边网路可能有一些对其他用户可能会产生一些排斥或干嘛的吧，就是不怎么的顺，然后有时候我重开就好了。但是呢，很好笑的是，我重开好之后，换本来顺的人不顺的，哈哈，怎么会这样子？这是为什么嘞？为什么嘞？我也不知道哎、欸。网路这种东西实在是太神奇了。超级神奇啊！
我都匪夷所思了。有的不会嘛，有的会啊。我听到了不该听的声音了。会不会在外面这家伙？快射啊！我刚刚有听到奥丁的声音哦，奥丁在附近，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好了。奥丁的声音在附近。又没有。怎么又没有了那个声音？奥丁之言表示干。他不要叫就没事了、啊、他硬要叫。可是又没那个声音了，到底从哪里传出来的、啊、还是我老了听错了？哎呦，吓我一跳！这是支线任务的路。有没有狗？有没有听到？那不是乌鸦，不是乌鸦的叫声哦，是会有那个咻咻咻，我在咻什么的。但是我就是不知道在哪里。这边好多路要走、哦，待会再说。哎，这边是开宝箱的嘛？宝箱开完没路了哈，还是有别条路可以走啊？好，这边还可以往上爬。为什么要奥丁检视我？为什么奥丁要检视我们？因为呢，奥丁有收集异语预言的习惯，他收集到这些预言呢，有说，洛基会造成，因为他儿子是洛基嘛，那这个预言呢，会，应该这样，预言有说明说，洛基会造成诸神黄昏，那奥丁知道这个预言之后呢，就害怕会被推翻，所以说，哦。就要杀掉我们，应该是这样讲吧？没有错，他就会想要杀掉我们，因为我们会制造诸神的黄昏，然后奥丁又会有制造这个，奥丁要本身又会有这个收集预言的习惯，不管是哪一方的、啊、巨人族的预言呐、啊，还是某某族的预言呐、啊，还管你是哪一族的预言呐、啊，他都想要收集。他的求知欲望很强大、啊不是那个预言啊，我知道要拿走魔刀石啊，但是我想在走之前再多看看其他地方啊。我玩游戏的节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说我有看到有些人可能看不惯我的游戏节奏吧，这我也没办法啊，我的游戏节奏就是这么慢。
更何况这种开放式的游戏，我比较喜欢仔细一点，节奏慢是正常的。算了，待会再说好了。What happened over there?那、啊、我怎么过去啊？哎、欸，哦、啊，这是一座桥，我懂了。好像有看到定之眼了、哦，没关系，之后再解。插在墙壁上面，摆 pose， 好惨哦。This is the sun. That ghost sun? How do you know? The sigil. It matches the dagger we found in his father's back. He stood his ground. 当初拿魔刀死的那个鬼魂的儿子啊！这个剧情居然延伸到这边来了。Betrayal begets betrayal. My guess, the young one murdering his dad didn't sit well with the others.背叛遭遇到背叛 ，It cost him his life. I guess. Look there, lad, by his feet. The whetstone. 磨刀石。Yes, they used it to smash his face in. They did? Ew. 好，入手了。Be ready. Watch out, Roman!丢哪里啊？霸气到有剩。I wonder why they left this whetstone behind. 过于强大，无法保持完整。力量过于强大，这是干嘛的、啊？这是装备啊！哎，不对，这护身符啊，装上去可以干嘛？过于强大。Evils have very specific priorities. If it's not shiny and you can't eat or drink it, might as well use it as a blunt object. 哦，刚发生什么事了？这护身符到底是什么作用啊？唔知，我不懂哎。哇，那 CD 中的时候不能换了啊、哦。他不能射到对面。攻击时有白虎是技能吗？那不是白虎，那是狼。那个是阿特罗斯的技能啊，那是阿特罗斯的技能。快想，躲那么里面。哦，是哦。
嫩。那晚上好，晚上好。你看太多白虎了，哈哈，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要问我。原来这边是这样解来的啊，从后面来。怎么这么多任务都要从后面来嘞？好多从后面来的任务啊！我听到声音了，妈的，就是你！直播会卡卡的。刚儿子是大便大不出还是便秘？很呆，我也不知道哎、欸。哦 ，Boy， over here， 这里是哪里？哇，哈敏加精油，加明的味道，提升13点运气的咒术。给我念念。Can you read it? False leader. 烂领袖。这是范德里对他父亲的想法，还是船员在背叛范德里之后写的？烂领袖，原来藏在船内。而且我发现我回不去哦，回回去。这意思是我们可以坐船离开这里，是吧？四大运标枪大赛，又一个。哇，宝藏怎么那么多？这藏宝图也太夸张了吧 ！There's a scroll here. It belonged to the sun. 他们放在法夫纳储物箱外的宝箱。我们要去那种地方找宝藏。Wow, this goes on and on.Father, forgive me. Forget my action. 老头 boss， 怎么了？为什么我又是 boss？ Before taking action, there would be no need for regret. Yes. Yeah. Maybe we should bring this to father back at the storeroom. Yeah. 差事，新的又要回到那里了。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任务？不是任务，有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入手的、啊？一并找看看吧。千万不要漏了一些东西啊，不然要再回来是蛮麻烦的。那是传说，不是宝藏啊，好吧。不过也因为这样开启了一个支线任务，法夫纳的储物箱。捡完了，回去。当初儿子当初有一个跟你一样一直碎碎念的，我看上他的 Nike 切断了他的脚。儿子，你也想要被切断的脚脚吗？一样很爱嘴炮哦，结果他的脚就咻不见了，好可怕、啊！老头强迫症吗？不至于有吧。哎，这边有一颗红红的，不管了。
然后重走一次了。这边捡了。干，就只绕回来而已，把七哦。哎，这边我没走过，是不是？没走过就走吧。你看看，你看看，入手了。好，头长得好像老头。对呀、啊，我也这么觉得，我超像老头的。大家都叫我老头。不算强迫吧，如果大家有战神应该也会全破吧。嗯，有些人可能 不太会想要去收集这些吧，啊我是想收集啦，看人啦、啊、高兴就好，是吧。啊，像这款大作我个人是还蛮欣赏的，所以说我会想要收集啊。啊，他的周边呢如果有出公仔我会想买啊，这就是支持。支持，好吧，好像没什么东西的呢。啊啊，不对啊！啊说没有东西啊，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射！为什么不能从里面射出去呢？啊，为什么不能从外面射进来呢？你给我解释解释，这里怎么过？我就不相信林北现在已经什么东西都拿到也破台了，是不是往前面绕路啊？哎、欸，前面有宝箱啊！开船开过去吧，我猜。开船开过去。嗯，那、啊、我们的船呢？双刀可烧，不行哎、欸，双刀不行。双刀它只能烧那个，双刀只能烧蓝色的藤蔓，那种红色的藤蔓不能烧，故意这样做限制，不让你这样那么轻松就拿到手了。要换剑矢，我们刚刚明就是用蓝剑，用黄剑矢来打，不是吗？为什么现在又可以了？为什么现在又可以了呢？算了，快帮我开门，死屁孩！可能我刚刚切到蓝色，我没看到啊。好，过了。做爱 QTE 啊、哦，这代没有。这代就是没有啊！我画的游戏模，我刚刚是用懒的啊，哎，累了累了，老了老了老了，眼脱了眼脱了，眼脱了，回去开船。这边有宝藏，嗯，走这里，看得到吃不到，好吃得到了。
老头直播八小时可以吗？看情况吧。看情况，看情况。未来战神在台湾，台湾有什么神？妈祖吗？然后土地公、土地婆，然后还有什么？黑白郎君，然后都讲中文有没有？是啊，都讲中文。还有什么？阎罗王！哇！战神抢走了阎罗王的生死簿，篡改自己的过去以及历史，让自己死而复生。这个剧情屌不屌？孙悟空，切啦，嘿切啦！Which way？ 影片。主角的翅膀怎么不见了？我也不想的，不知道耶，不想的，为什么会不见了呢？放弃了神力，应该什么都没了吧？回家喽，满载而归。Now I believe I was just acquainting Odin with my mystic well of knowledge. Yeah. I should say a well of water blessed with enough mystic mushrooms to make a god see. You didn't happen to find a whetstone, perchance? Well, I can just tell you the story later. 盘古的斧头对决，还有刑天，中国那边的哦，刑天。You found your whetstone. Oh, wonderful! Wonderful. The staining is unusual. The reavers used it to smash another reaver's face in. Oh. Wonderful. Here, for your trouble. 哈伊扎玛。I can't wait to test out the new whetstone. It may not look like much, but it's practically. 哈伊扎玛马尔之笔。每次攻击命中成功时，低几率触发生命补充。好，不错。我原本是装什么？我原本是防护罩，欸，I didn't ask for it back. 叠完了。Brock and I are working on something special. 然后我们刚刚多了新任务，有没有？去这个哦，法夫纳的储物箱。Special for you at the temple. 该走了。出泰坦山会玩吗？会啊。这么好玩的游戏不玩吗？当然是出了就玩啊。等一下，为什么这里离我们家这么的近，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还是走这里好了，不然到时候走错边。佛祖不喜欢奎爷这个沾满血的杂碎，所以派一堆人来阻挡奎爷。这可以连续耶，你看哦，刚刚的连续怎么不见了？哎，就没了，是哪个巫术啊？哎，我觉得蛮扯的哦。该怎么说？这一招放完了之后，
你马上切双刀，切完双刀再切回来，你左下角的武器是显示零，是没东西的，是空白的，这时候你就可以这样了。我觉得这是 bug。获得 bug 的诅咒，好，是获得 bug 的成就。我在说什么？看到你们讲诅咒，我就直接讲诅咒了。可以无限使用，哎，太作弊了吧！只不知道好不好用而已啊。Brock and I have been working on a new project， 就可以无限大跳啊。升满了，哇，升满了，加不少哎、欸。Have fun meeting out your righteous fury。还是低几率。哦，变成两个，这原本就两个。还差两个龙类。哇，再生下去三个插草欸。Until we meet again。夸张了哦。啊，是不是夸张啦？你是不是夸张的呀？My friends， 奎爷肚子上的刀疤是神剑插的吗？对啊，没错，是神剑插的。当当当当，会出五代吗？我不知道哎、欸，一定会啦，除非胎死腹中，我觉得一定会。因为都已经有彩蛋出现了，再没有那太说不过去了吧。我怎么觉得有点累啊？这招，但这招不知道哪里打女武神好不好用哦，神奇 bug， 这招哪里打女武神应该会怎么讲，很有趣吧，我觉得。好，宝藏宝藏，永恒冰霜传说，哦，升级装备用的。传说咒术，精通的卢恩符文，释放卢恩符文攻击时，仇神受伤害。喂、欸，又多了一颗，又多一颗了、欸，哎，哇，最高释伤限是50%、啊。
哇，这边是减少 30， 我刚刚打到是减少多少啊？减少 15， 有点小弱。换一下。有人开挂、啊？哪有？方舟今天没方舟啊？要走哪里啊？我的那个脚本都已经打好了，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出，因为我觉得很累。这边吧。我们要回去找这个人了。我找到你儿子了。We found your son. He. 他死了。He was betrayed too. 也遭到背叛了。And we found part of his journal. It sounded like he regretted killing you. Fat lot of good that does me. How'd he go out? He died fighting. We found 4 corpses near his. They were decapitated. Vandrid always did keep his sword nice and sharp. 所以说是范德里啊。A lesson he picked up from me. He's a backstabbing bastard, but knowing he's in Valhalla sets me at ease. Thanks. 金色的，提供所有数值加成。I'm glad we came back here. That thief did not deserve the peace you gave him. Maybe so. Still. 时间治疗一切。嘴巴说不在乎，但其实还很在意他儿子有没有？问他现在变得如何了？这两个冲刺有什么效果吗？会不会叠加？他好像讲不会叠加、喔，那我就把它换掉好了。我们刚拿到是提尔的碎片吗？不是吧？我们刚拿到是什么东西？我忘记了。好像是增加各种能力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提尔的碎片了啊。就这个啊，而且好像又不能升级，哇，全部加6点欸。金色的蓝牙，这里没有显示金色的蓝牙，还是说他吃护身符？应该是咒术，按错了，应该是那个吧？对啊，是长这个样子嘛，对不对？那他有图案，然后就是这个，因为刚刚金叹号也是从那边发出来的，没有图案，哈哈哈。算了，反正我觉得他这个能力有点烂啊。It feels good to help people. 耶稣。Even the dead ones. So much like your mother. 耶、yeah. ，好啦，好像支线都结束了，是不是？剩下这个是打女武神跟这个什么伊瓦蒂的作坊，火焰国度。火焰国度是另外一个那个算是刷装备的一个地区吧，做金装的地区，好吧，那我们可以去打一下女武神了。欸，我们还有一只龙没有找到欸，另外一只龙在哪里我也不晓得啊。第三只龙到底在哪啊？火岛有女武神哦，女武神用来啪啪啪。第三只龙，矮人王国，矮之国吗？我们飞去过去看一下好了。它有一些支线的触发，好像都还是要去路上遇到才行哦。最后的龙躲在裤裆里面，亏了裤裆。
巨龙是不是？巨龙，巨龙，请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巨龙，巨龙，请你擦亮眼。那我可以擦三眼吗？蓝色矮人铁匠有任务会过去的样子，是吗？那我们先去矮人王国看一下好了。打格龙也是不错啦。啊啊！这世上就只有这三只龙可以让我们敲了，稍微敲个一下吧。我怎么为什么现在才掉下来啊 ？Ready and ready。Yeah， 这什么？要升吗？爆炸耶！不灭火魔升了。重点是无缘无故跑那么远干嘛？只为了杀？你知道这样游戏会被做烂吗？什么东西？作者原本决定是坐在埃及工作室。一半的人也同意，但是突然把地点设在埃及太强人所难了，而且北欧神话跟希腊的信仰体系是 一样并存的，可能就是有办法设定在埃及，但是信仰差十万八千里，有点牵强，没有办法就是把这个东西合理化，大概是这个感觉吧。想不到合理的剧情可以到埃及这样子，或者是说，遇到了刺客教条，哦，所以说奎爷，为了什么杀父之仇还是什么的，我们的儿子在北欧活得好好的，被我们的那个什么埃及的那个刺客叫什么巴耶克啊，给刺杀了，展开了复仇之旅，跑到了埃及。哦、然后跟着埃及的神明啊，诸如此类的就跑出来了，然后又开始杀埃及之神，有没有？啊，这样推断 O 不 OK？ 双刀不能再升了，双刀可能还要拿到 特殊道具才可以升啊。啊，起源让你很失望哦。我是觉得起源的系统不错玩啊，还可以啦，而且我觉得风景很美，很漂亮，然后可以了解稍微了解埃及的文化。你能买材料升级吗？欸，我们上次打那个巨人打完了之后，这边是不是会有变卦、啊？你看，那只手跑到这边来了，那不就好家在门还在，不然我就进不去了、啊。矮人不是住这边？嗯，密室。哎、欸，这边的女武神我没打过哎、欸。还是我们来打这边的女武神，靠一下好了。来呀、啊，单挑啊！黑暗暗猪猪。第一次打的是这里吗？真的假的？对啊，被我打死啊！嘿嘿嘿嘿。然后真的、欸，这里一定很有看头，可是被我打死啦、啊，空空如也，回家。世界蛇不见了、哦，对啊。
那一次打斗之后，世界神消失了，不知道去哪里了。回中心点好了。一直反击，然后就死掉了那一只。哦，对啊，原来他是在这边打掉的啊、哦，我都忘记了、欸。那个巨人是谁？那个巨人叫木什么来着的？我忘记他是谁了。素晴らしい。My brother, what do you want? 哦，有任务了。The whetstone and hammer you've retrieved for us. 是呀。Brock and I can construct the Devagra. 传说中的矮人盔甲。Armor of legend. We just need three more mythical ingredients before we set to hammer. Which are? Don't know.Armor's pure legend. 狼头人的屁毛。You expect us to find parts from a legend? 屁毛。Mulsugnir, the dwarf king, found two of them. Everyone knows that. But when he went looking for the third, poof, he vanished. Maybe he'll find some clues at his stronghold in Konungsgard. And looky here, a Konungsgard entry stone. 科农加德。It's got your name on it. How fucking strange.Fucking choice. The stronghold's northwest of here, behind the Svartalfheim Realm Tower. Svartalfheim Realm Tower, 猫，猫猫猫猫猫猫猫，国王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王之谷。Large stone structure, creepy atmosphere. You'll know it when you see it. 提尔，火炬人。他们说这个是谁啊？你们说这是提尔吗？我不知道这个巨人是谁，我忘记他们在讲那个是谁了。Oh, I can't wait to get started. Never think I'd see such a day. Yeah. 名字上面有木索木尔。那是念木吗？我知道啊，可是怎么讲？应该是说知道他是谁，知道他的名字，但我不知道他的来历啊，因为我没有去考古啊。好像是矮人国的什么吧，还是什么之类的。铁匠那边的吧。开眼，来了来了，新地区新地区，刺激刺激，我听到声音了，怎么会有声音呢？畜生的声音，好可怕、啊！我听到铁匠的声音了。Atreus, here. Yes, father. Yes, father. 又一个。Boy, over here. Yes, sir. It says, "Glory to Mulsugnir." 矮人之王摩索尼尔。Prosperous.And filled with peace. 巨人族的石匠长得比一般巨人还大，哦，所以他是石匠哦，巨人的石匠。Greetings. 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you're good and prepared before heading in any further. There's all manner of nastiness left over from the Mad Dwarf King's foul practices. What kind of practices? Oh, various.Sacrificing, dark enchantments, 洗魔法 blood, magic, and so forth. Quite common among the older dwarves, unfortunately. Old habits are hard to break. 啊？然后呢？继续。To work we go. Where we go. 现在可以买这些资源了。哇，
那我们就剩一个啊，哇，一个要10000块，买不起，买不起。Well, don't buy anything on my account. 之后再买吧。科农加德，有鬼魂呢、欸。It's another dragon. I see it, boy. Chain. I hope we can find the binding. 他说有龙，我怎么没看到、啊、？This place is huge. 哇，我看到蛇的尾巴了。哇，那边又有一只龙。哇，死狗影了。烟灰飞灭。灰飞烟灭。哎，干，吓我一跳。等级太高，来这里都太简单了、啊，感觉在打普通啊。我们来试试看这一招好了。啊！我喜欢，舒服。没有被盾巴死的感觉吗？舒服。Not a very welcoming place, is it？ 咱们就去挑战那一只龙，第三只。这边开完宝箱，往这边走。电流极极棒。去了，嘿嘿，哎，没中没中，吃个教条，干太短啦，电爆你！有没有觉得麻麻的啊 ？If the dwarf king captured more than one dragon.He must have needed them to create this legendary armor. Interesting thought, lad. And it makes sense. Nearly everything about dragons is useful and contains power. Scales, even excrement. Excrement? Shit! Shit is powerful? Hi, lad. Certainly powerful. Ned is having fun with you. Oh, I need it. 太远了。炸爆你！嗯，那边有可以过去吗？我们这条路是往龙的地方吗？还是？哦，哪边？
刚刚宝箱那边有奥丁之眼，真假的？我去看一下。能解就解。这意味着我要把斧头收回来。就这里吗？可是为什么没有听到水晶的声音？仔细听一下。没有声音啊。这个吗？哦，看到了。Yeah, boy. 结束了。冲太快，没仔细看。除了双刀有什么武器吗？目前就是只有这样子而已，没有多余的武器之类的。一个冰，一个火吧。冰火在做桥，这个在做交替的啊。冰火交替，冰火交替。这一代的武器种类蛮少的啊。但是我觉得不会因为种类的关系失去打击感啊，还是做得很棒啊。你说丢斧头速度变快，那是因为我用轻攻击在挥啊，重攻击比较慢。重攻击大概是这个样子。That's an impressive front door. 收集钥匙，进入要塞。This legendary armor better be worth the trouble. 哦，插下去就对了。But if Brock and Sindri make it together, I'm sure it's worth the effort. 不够，只开了一个。I trust you, Atreus. 然后龙好像在这里。I trust the legend. 我们看到那边有一只龙了，有没有？待会再过去吧。先来看一下这边。两天一夜毕业旅行，感觉好短哦。两天一夜。能够三天两夜，四天三夜的感觉比较少哦，对不对？没有这么的多啊。狼人哥，飞走！厉害！大爆射！哦，又需要高能瓦斯了。五六月避旅四天三夜，哇！那个。备用应该是要出蛮多班费之类的吧，很多大部分都是用班费出啊。啊，十巨人，没问题。十巨人，那有什么问题？大学避旅十天，哇塞！要玩球球了是吧？我想先干掉这只巨人嘞、欸，来玩一下好了。起来啦，还玩呢？
我一记！哇，伤害很高。哇，被闪到。啊哦哦，要死啦！GG了。好，稀有符文。感觉在打卵蛋，呵呵，想不想试试看啊？我来帮你打一下，让你感受一下这种感觉。感觉你好像很需要哦。这另外一边打开的吧？打刺猬的概念。那是出口吧？哦，要把它送到那个地方。哇，这个感觉有点难呢。这边接下去之后，弄不到啊！一定要正面。哪有办法这么快啦，光爬就来不及了。哦哦哦哦哦，弄起啊，回家吧。十秒钟，刚刚那个蓝水晶就有用了。这个不是蓝水晶哦，这个是那个，这个是那个赫尔之风，不一样的东西。还是说那个可以搬，搬前面一点嘛？我们看一下那颗可不可以拔下来。水晶在前面啊、哦，好，没关系，来吧。这可不可以拔？不能拔。狼群，月月。月月去了，这边有一颗，这要接好远哦。我看到水晶了，哇，他就这样子飘向母汤了，他要飘去哪里啊？哦，最好是哈，这么刚好这样子，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我需要更多的高能瓦斯。儿子的剑用不完哦，对啊，都从屁眼里面生出来的啊。附近还有什么东西？今天没有方块方舟，今天没有。Focus up, boy. 好，要打到了，哪里？软趴趴。去打龙哦，等一下啦，别急别急。嗯。哎呀！耶！无限手套。
好了，放哦。好，桥开出来了。原来是这样子解啊！会了，会了，会了。开到早上吗？没有吧。待会就休息吧。不用开那么晚了啦，又没有在赶进度了。哎、欸，我发觉我这样上不去，我要重走一遍了、欸。好吧。原来盔是沙诺斯，对啊，无限手套啊，有没有？有没有很强？哦，走这里啦！无限手套，你敢嘴？他就是不想给我从这边来就对了，都不喜欢从后面，不给从后面来。这样就快多了。打女武神吗？现在不是哎、欸，因为都是光头。的确的确，光头感觉都很强，有没有？进来聊。对，这里往哪边走？哦，找到了我们要的第二颗，第三颗应该就在龙的那边了。Yeah, the dwarf king's reach appears vast. Wonder what happened to him. 'Tis a great mystery, even amongst the sons of Ivaldi. Mortsognir's behavior before his disappearance grew increasingly erratic. 龙龙龙龙龙龙。The very armor you find yourself searching for. 第二颗入手，方块方舟多少钱啊？300多块。变！差点就不行了，结束。安安你好 ，One Punch。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哒。Three, two, one, let's go。过几拜。Yeah， 凌虐致死。玩到后面都在虐怪了，你想想前期多辛苦啊！前期被虐甲的，现在都是我们虐他们。干，我要死啊！
就是被他们这些差点害死，你知道吗？在那边丢。好了。常常都是被小怪 gank 致死啊。这边是从上面下来的地方，走这里。充满大便味的手机，为什么？看直播看到掉到马桶里面，我懂我懂，讲错话的后果，哭哭哦。先踢一波。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有一个啊，有没有什么奥丁之眼啊，诸如此类的？哦，跳跳乐。好，没有，我走了。龙哥，龙大哥，龙大哥。霍金的火焰。There are a few ways to find out, but they're rather messy. I guess it doesn't matter. 先从我再说。但不是，不是很妙。哇塞，龙也来！金马喜就是大家一起来就对了啦 ，everybody 一起来这样子。但是够了，一大群那边远程远三小，我操嘞！我恨远程。妈射三小，滚！对，被他电了。啊，这有什么作用？单纯会爆炸而已。这边一个，里面一个，这里面怎么解啊？这个解不了啊。掉下去。开了开了，
嫩。哎。那这边除了这里之外，有什么路可以走？没有，单纯就是一条通道。啊，一条通道。还有斧头掉在地上没要捡。你以前不是有杀掉两个雷神之子，魔笛？他好像顺序一定要先杀掉另外一只，哎，那个剧情所需啦。他这个没有给你，让你选择先杀谁啊？奥丁之眼的声音，干看人小，又一只。Look here. Yes, sir. 这只学乖了，先绑在手机上这样子。黄金领域哦，哦没有，我现在没有装黄金领域哎、欸。我现在装的是这个东西，无限手套。所以你会看到我刚刚会发出一个紫光往前挥，有没有？都是这个在发动的。哦，这个守护我把它拔下来了、啊，对吧、啊？因为我好像觉得它回的很少，然后就把它弄掉了，暂时性不太想用。我比较渴望一切就是 power， 哇、哦，好大的蛇鳞哦。世界之蛇的那个身体，嗯，嗯，冲过去就对了，乖乖狗狗儿。这边超危险！Fuck you！ 失败了，差一点就赢了。世界蛇怎么样了？被打跑了。妈，这一只暗精灵之王真的很靠北、欸。啊，
我看到啦、啊，啊，就只会讲，只会打打键盘而已啊！不要理他，不要理他。我们要关怀弱势，他一定是，他一定是在现实社会中过得不是很美满，好不好？我们要体谅他。这种人一定就是家里的作业没有那个，哇，妈妈交代的工作没有做好，被他妈妈吊起来打，有没有？然后心情不好，把那个怨气附注在我身上，有没有？好，就不要去理他就好了。啊，作业考试考不及格，啊，考不及格被骂了，这个东西考不及格啊，我们要可怜他好不好？那种出一张嘴的特别多啊，对不对？这种在社会上立足哦，一定也就是那一种只会一张嘴啊，啊，不会去证明自己的那种人啊，啊，出社会要是没有用的废物啊，这有什么好讲的？浪费国家资源，不用讲了。啊，不然就是那种老妈老爸没有教好啊，还是说怎样之类的哈，是不是？我什么好讲的啊？好，结束了。There are many legends. Yeah. 赶紧离开这边吧，他现在是用洛雷要考我啊。回家喽！啊，他就怎样？说到你的痛处了，我不敢说话了。我真的考试考得很差，我考得不好，被我妈吊起来打。你为什么要戳我的痛处呢？好，那不讲话，垫垫了，有没有？对，我们要用爱去关怀他。哎，我到底在哪里啊？我迷路了，好像在这边是不是？转头马上要说，你可比我强，加油了！果然是小孩子，小孩子加油啊！小孩子，祝你考试顺利一点啊！啊！干，我迷路了啦，冲一脚。我记得我们要解除他的封印啊！等一下，我们刚刚是连那个都打了嘛，对不对？然后我已经打到呛掉了，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宝箱也捡了，那个圆盘在哪里？对，不是这里。考高点就不会再被打了。对啊，加油啦，考高一点啦，你妈妈就不会揍你了，好不好？真心祝福你。哦哦，痛痛痛痛痛啊！找到了这个，我们还差一个。这个会在哪里啊？我们刚刚这边清场清完了之后，是不是漏掉那个石柱要把它打爆，对不对？我要先找一下，我觉得应该在更里面一点。好啦好啦，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啦，好不好？他知道错，他知道错了，不要理他，不要理他。我们专心玩游戏，看游戏就好了。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人家他就是小孩嘛，不要计较那么多啦。跟我班，这个应该我估计应该是国小三四年级左右的那一种吧。这边打完了，好了好了，适可而止了啊！为了不要再有任何的争吵，我把它给封锁，就这么简单。让他安静点吧。啊，彼此心平气和。其实说真的，很多人都会说，哎呀，网络上很多小孩子不要跟他计较啊。可是我会觉得说，我都会把大家当成大人在看，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我根本不知道你实际的年龄，那我也不知道你几岁，我也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我最多最多，啊，我最多最多，哎，我是不是进错人了？靠腰。难怪他还在嘴炮。等我一下，小罗怎么还在？我编错人了。等我一下哦。我来帮你复原一下。哦，抱歉了，黄燕婷，不小心编错了。好啦，反正总之呢，就是我不知道你年龄，我也不知道你几岁嘛，然后我不知道你长相嘛，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身份是什么。只要是在网络上发言，其实我都是把你们当成是大人在看。所以说不要跟我讲说什么啊，人家小孩子你就体谅人家，我又怎么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小孩子？而且网络这种东西本来就不是给你们小孩子用的，讲真的。说真的啦，的确是这样没错吧。We're in. Okay. Here we go. 太早接触网络了啦，网络这种东西等心智成熟再来接触会比较好一点啦。心智不成熟再去接触这个网络，我倒是觉得反而会造成乱源，会造成乱源。原来在这里找到了。当然啦，当然这样讲啦，有些人说他年纪很轻，但是他不会造成乱源，那很好啊，代表你家里的人教你教得很好啊，对不对？教导有方啊，你爸爸妈妈教导你的责任做得很 OK 啊，哦，知道你什么时候什么东西该弄，什么时候什么东西该怎么做，在外面才不会被人家骂。啊，当然就是很多家长教不好，把小孩放在网络上，在那边乱搞啊。好，终于放完了，他可以走了。霍金，再见。他看起来好像那个变色龙哦。哦，威能之鳞片。获得一个成就，危险天空。克雷都斯生命降到最危险的状态时，有高几率增益力量提升。结束了，获得一个龙类。我六年级，但是我是只要被骂就会回嘴的那一种。该怎么说？会回嘴当然是会啊，但是要去分辨哪一些东西该，哪些东西不该啊。总而言之，年纪太轻的人使用网络还是不太会去辨别是非的严重性啊。
因为不会像我们那个年代一样啊，我们那个年代每一个人一直智慧型手机，我们不是啊，我们那个年代每一个人都是那种很原始的手机，没有什么脸书啊，谁给你在那边有网路没有？通通都没有。那个年代网路不盛行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混乱资源啊。然后现在每人智慧型手机一只，小孩子国小五六年级就拿智慧型手机在网路里面乱窜啊，在那边讲一些干话啊，造成乱七八糟一大堆啦。Huh? It's kind of run down in here. What did you expect? I don't know. Less ruin, I guess. 黑金刚太老了，黑金刚太老了。我黑金刚，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吧。黑金刚是我爸那个年代啊。Another， 又一个。Wow， 这是谁啊 ？That's a lot of arms. That's fair to say。这是那个女战神。Seven, eight. Could he shoot four bows at once？ More of a swordsman。女武神对不对？这女武神是不是 ？Looks like Thor cut him down to size. It's what he does。封锁错人，我想说奇怪。刚刚我明明ban掉这个人，还可以突然讲话，也太猛了吧！我女武神到现在一直都还没打，我来解这个矮人的支线任务。女武神总共有八个，上次看到哪个国小生拿苹果 AK 四，我都快晕了。那就代表说他父母爱戴他，财力够啊。其实我们不要说小孩子拿那么好的东西不好，我觉得与其让他们拿这个好东西，应该是这样讲好了，让他们拿好东西没有问题，可以，但是请他们教导一下这个社会上一些待人处事的基本礼貌吧，对不对？当然啦，如果我身为父母，我一定也会给自己的小孩子好东西。因为我赚的多，我本来就是为了要照顾好自己家里的小孩嘛。但是我觉得教导还是要有，不要说你只塞东西给他，然后又不教他怎么去珍惜，不教他怎么去爱护，然后坏了又换一只，啊，然后也不教他说什么跟人家相处不能怎样，那就不对了，是吧？然后拿到这什么永动蓝武增加的速率提升7%，哦，我大概知道这什么了。然后我这边听到了该死的声音。又在监视我，财力够也别忘了教养。对啊，你财力够那是你家的事情，教养不是我们的事情啊。为什么有时候总会出现一些社会新闻？他妈都是我们在教你的小孩啊！到底是我们大众是你的爸妈，还是你是你他的，还是你是他的爸妈？对不？为什么呢？啊，为什么我一个直播台我还不能骂脏话？就因为有小孩子吗？啊，奇怪，我的台又不是东升幼幼台，为什么要禁止我做那些大人做的事情？啊，我本来就是大人啊，对不对？啊，你们小孩会学啊，你们要教他，叫他不要学啊？怎么变成我的责任了呢？也太奇怪了吧！我是讲真的呢，而且这种东西迟早你小孩也得懂吧，迟早你的小孩也必须去厘清这些现实面嘛。就像是我们的克雷多斯奎爷，他教他的孩子要坚强，要强大。哎，我突然觉得这游戏里面的这个奎爷当爸爸，搞不好还比那些烂家长教的好呢，对不对？你看这一路上剧情的走来。从不敢杀动物的小孩，现在可以帮忙作战了，这是不是教导有方嘛？是不是？你看，我们奎爷是一个老爸最佳爸爸的典范，斯巴达教育，是不是？人家老爸都可以这么屌，为什么其他的爸爸妈妈不行呢 ？Do you hear that? No. Ah. What do you hear, boy? Crying and screams.东升老头台，卖了卖了。哇，幽冥行者！啊！
哎呦，这个消很多血量哦。哦，完蛋完蛋了。啊啊啊啊啊啊！干！哈哈哈哈哈！说错话了，对不起，我错了。老头该不会是用最难在打吧？没有啦，困难模式啊。啊，还是我们现在来一个东森老头台。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实况猪老头。今天我们要玩一个好可爱的游戏啊。这个游戏叫做战神耶、yeah! 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开始打的就是我们这一只好、哦、很讨厌很讨人厌又很淘气又很不守秩序的人，我们要打爆他啊、哦、切记各位小朋友们，我们不可以骂脏话哦，也不可以用斧头去打人，可是因为他先拿剑打我，所以我们要打他，知道了吗？哦，像要好好的多观察一下敌人的动作。Do you hear that? No. What do you hear, boy? They're getting louder. They sound almost like Hellwalker. 阿甘老师。欸，真的好痛哦，这只。我觉得最麻烦是后面那两只啊！我跑！啊，忘记他们是冰的。我忘记他们是冰的，再一次，再一次。看来老头哥哥输了，我们接下来要再来一次。俗话说，胜不骄，败不馁啊！我们呢，不能因为这样就放弃，我们要努力向上，加油 ！Do you hear that? No. What do you hear, boy? Crying.And screams. They're getting louder. They sound almost like. 不是老头叔叔吗？是哥哥，你这小淘气不行哦，唔通。Ready and ready. 干，这超痛！完了，我要死了！哇哦哦哦！老头要取什么水果？酸呀哥哥，不太好吧 ？Do you hear that? No. 啊，如果我哪天真的不做实况组了，去那个东森幼幼台，欸，我真的也变成那样子，欸，好别扭哦，好不习惯这样的我，超不习惯的，这样我不行。我唔贪，等我哦，还好我先抓他了，无敌时间，再来一次无敌时间，没关系没关系，无敌时间不用怕不用怕 ，Don't worry， 一直升，烦不烦啊？到底要几只啊？加水果，盔甲破了哦！终结你，还生啊？怎么会？
按错键。哦，妖修鬼。字幕是不是变了？哦，对啊，字幕变了、啊。每成功杀死敌人有低几率增益。好，字幕可以从这边设定了。上一次更新之后，协助工具这边可以调整。协助工具可以调整这边。然后字幕的大小，应该是说选单的大小也可以调整了。哦，像是 1.13 的时候更新出来的东西，你们如果觉得看不惯，你们可以去改啊。好了，小朋友，我们现在赢了，我们接下来要来跳舞咯，各位开不开心啊？我们要跳的，现在要跳的是斯巴达之舞。来跳斯巴达哦。这什么啊？老头来跳啊，不要。Where's the passage behind this throne?哦，秘密通道。Well, wouldn't be a proper throne room without a secret passage. 年巴达，啊，年巴达，年巴达。补习班下课了，啊，辛苦了，辛苦了。老头，我要求你变回来，我崩崩溃了。好，我们恢复正常吧，好不好？哎呀，好恶心啊，都是血。对嘛？你看嘛，所以说，到底哪一个才是需要教育的？不是我要受到教育吧？是谁？摩索尼尔，这是那个国王哎、欸，这是那个国王，他死在这里哎、欸，矮人国王对不对？乐器，所以我拿了他什么？终极献祭，他居然死在他自己的王座后方，死得好惨哦。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啦，网络这种东西并非都坏事啊，让小孩子提早接触这现实层面的东西，虽然对他们来讲可能太残忍或是干嘛，但是最起码怎么讲，早熟嘛？会不会早熟？会不会因为这样早熟了一点，理解更多了？就像是奎爷带他的儿子让他成长一样，成长了这么多。I can say with utmost certainty that I've never laid eye on a stranger set of objects in my life. How are Brock and Sindri supposed to? 网络要看使用方式哦。Whatever they are. Don't count the dwarves out, lad.They're right pricks, but they're resourceful. 当然是不能让他去看一些有的没的啦。但是相对的，这种东西你应该要去理解，说他一定会接触到。那在一定会接触到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你就应该适时的去告知他说，这种东西要如何去观念嘛？观念要怎么去教、去灌输他这个观念？比如说要上色情网站，你就说你现在这个年纪还不符合可以看这个影片的一个规范。哦，然后也教导他说，为什么男生跟女生会 I E I O U 啊、哦？会不会什么 A E I O R？ 为什么会这样子？哦，这样子是为了什么？其实都可以讲啊，只是看你敢不敢讲而已啊，对不对？不然呢，等到你长大二三十岁了，还在那边牵女生的手会怀孕啊、哦？打女生的屁股会被抓去关三十年啊、哦？摸奶子然后、哦、就怀孕了，你不要笑死人好不好？普罗米修斯之焰，这什么重攻击啊、哦？在最多四名敌人脚下制造一个哦，好酷哦！哇 ，X 斩还蛮帅的，没学好健康你哎，雪安安，女武神还没打完，牵女生的手会怀孕哎呀，你有没有好一点啊？啊？记得多喝水呢，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知道了没有？
我们上了一个宝贵的一课。哎呀，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义务要教你们嘞，真的。有时候会觉得说奇怪，这不是我该说的吧？但是还是会不由自主的想要干掉一番。哎，走错边了，去牵一下女武神的手。女武神啊，牵一牵手就不见了，我跟你讲。老头不能成瘾网络吧？其实我已经成瘾了，哎、欸，我一天不用网络，我会觉得我人生没意义了，中毒了，中毒了。但是要喝什么药的水才会健康？就一般的水啊，不然你以为什么水？女生揍我就会怀孕，看好可怕、啊，随便乱敲一下。大肚子了，千万不要打我哦！为什么？因为我妈跟我讲说打我会怀孕。哈哈哈！啪！我怕。哦，三只啊！我天哪、啊，被关厕所。啊！我怀孕了，我怀孕了，还三胞胎，我怀孕了。到底谁要负责呢？我怀孕了。魔法风云会有没有玩过、欸？哎 ，The things you pulled from him. Those must be the three mythical ingredients. 牵妈妈的手，妈妈怀孕了、啊。不好吧？阿内唔贪哦。How are Brock and Sindri supposed to build with whatever they are? Don't count the dwarves out, lad. They're right pricks, but they're resourceful.试试普罗米修斯。哎、欸，对吼，我们又多了一个这个，我就觉得这比较屌。普罗米修斯，升满它，燃烧伤害。哎、欸，它是重攻击，有哪一个是攻击最高的、啊？这个吗？但我觉得这好烂哦、喔。哎、欸，这招我还没学满。这一招是昏迷指数加最多的吧？伤害好低哦！重攻击啊，不，这个是轻攻击吧？哎、欸，这是重攻击哎、欸。这是燃烧，这个有没有打击最高的啊？斯巴达冲刺啊，这我升满了。这个嘞，看不懂。这也是昏迷加最多。哎 ，KS 斩，嗯，52秒，这个应该是会，这应该是攻击力偏向攻击力的技能。这个应该也是偏向攻击力的技能。干，可是我觉得这招很烂。泰坦之怒好了，牵阿妈的手，妈呢？直播可以选择调低画质。谁？雪儿，你会卡哦？真的假的？老头，你有没有想过以前白雪公主从被拿到现在变七名壮汉与一名妙龄女子？为什么会突然变这样子？那感觉蛮恐怖的。有兴趣玩 SCP 收容所吗？我知道那款游戏，但是，我怎么讲？我不了解他的游戏背景啊，所以说我怕我买了之后很多怪物名称我都不知道、啊。对啊，就比较担心说怕看不懂。哦，有人说要卡哦，牵自己的手，你牵自己的手，你会看你手掌突然有一个胎盘，有没有？多了一个胎盘。嗯，这边一颗，
然后这里是这边有一个，这边就两个啊，第三个在哪里啊？生物是虚构的，我知道啊，可是他们不是都会有他们的一些叙述吗？他们的故事背景啊。哇，攻击好高！哇，攻击好高！哇啊！气噗噗，气噗噗，无限手套，这一只好打了，攻击好强哦！Nice！ 战神需要钱吗？要，要钱，要钱。哇！哦，我们裂痕剩下四道，死亡裂痕剩下四道。哦，这边有传点呢。我们是不是回来了？我们回来了，绕了一大圈。我们先解一下那个宝箱啊。今天比较顺。你是说网路吗？那个你们看的那个影片网路，我的设定都没有变啊，依旧是这样的设定啊。老头当过兵吗？有，还当一年呢。等一下，知道怎么解啊？啊，原来这个是要这样子搞哦！一二，啊，第三颗在哪里啊？完了，又要开始烧脑解谜了。当兵好玩吗？哪里好玩？你觉得嘞？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哦，我懂了。有有有有有有。啊。嗯。还有个在哪啊？老头当兵的时候是实况组吗？不是欸，我退伍很久了，然后当兵的时候菜逼吧，也没有说过要，也没有想过要做这种东西啊，是很是因缘际会之下摸到的啊。两面。是两面没错啊，但是它只能露一面出来啊，这货只能露一面出来啊。左边那边第一个有两面，哦，所以说还是要敲就对了。我以为是只要对到就好啦，这样子会很忙。我先想一下哦，我先想一下这个顺序哦。嗯，啊，我知道了。嗯，这里先敲完。不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最后，我懂他这个操作模式是什么，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再来这里啦，四步，耶！
当兵跟当 YT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当然是当 YT 啊。Before the Dwarf King's obsession poisoned his mind. How could he let that happen? The Dwarf blindly trusted in the legend and proceeded without thought. 你当兵都被限制了，哪会觉得开心啊？哪会觉得那个？而且当兵很不自由呢。当兵超级不自由的，千万不要去做那种事情。我竟然发现我们的奥丁杜鸦居然还有两个没杀掉，还有一个差事没完成。好，我们看一下支线。哦，回商店。Like you said, the Dwarf King lost. 二周目哦，严格来讲这不算二周目，这个算是第一次玩的剧情，再把它跑一遍而已。然后我们回任务是不是要回这里啊？这是 PS4 独占的游戏，对，没有错。有减肥皂吗？讲到这个哦，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有一些人的那个，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啊！不是很宽，就是很细啊，不然就是很炫炮。哎，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反正有一些真的很像长像罐头，可是又不认识又不熟，你知道吗？我都很不好意思哎，我都很想要去问他说。我都很想问他说：“哇，你怎么弄出来？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的？” You boys look right, but they found the materials. But they're so weird. How do you build a piece of armor out of something so Nanya? Nanya? Nanya fucking business. 好凶哦 ！Trade secret. We get our 关你屁事！凶屁啊！阿瑞斯之火。莫名多了阿瑞斯的招式是怎样？不错啊，多了一招。阿瑞斯在线，这一招也是偏攻击向，我喜欢，学一学好了。但是攻击没有那么高，燃烧远程的。这一招很痛，然后这一招如果配阿努斯之火，应该伤害也很高。然后就配阿努斯之火好了。老头拿过枪吗？我有拿过啊，那时候拿的时候是65K2，然后下部队的时候是 T51。哇，一次可以拿到两种武器，不错了吧？ So what'd you find out there? 一次拿两种。哇，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专用护甲，而且都加好高哦。哪一个比较好啊？施展卢恩符文攻击时，有中等几率发出防护罩。然后这个是怒气速度增加 10%， 速率提升 10%。可是这个是没有加卢恩符文的，这个是有。只能做一套，好犹豫哦，哪一套比较好用啊？然后这是愤怒值增加速率，两边不同派系的，这是用嘴巴打仗的年代，以前是一段，现在都是用嘴巴来打仗了，没有人在跟你用那个什么的，好不好？增加所有施加的冰霜、冻霜伤害，这个就是斧头在用的啦，是吗？可是也不对啊，卢恩符文不叫倾向于混沌之刃，不是吗？他的插槽每个都是三孔，有没有这么扯啊？新德里哦，可是我比较喜欢怒气提升，感觉会很爽的样子。都只能做一套了，其实也可以混搭啦。
算了，不知道先不要做啊，等到之后确定再做，然后莫名其妙就直接换上金套装了，是吧？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个女武神打不赢，对不对？我们现在再去挑战一次吧。这个女武神在这里，卡拉，我们上次敲输她，我们再去一次好了。先存档两套肉试试看哦。啊，再说了再说。一个是怒气累积变快，快多少不晓得。另外一个感觉就比较多远啦、啊。如果是我，我可能会比较想要偏向多元的那一块。单纯只冲怒气那一块的话，感觉好像不太妥。而且将来换上金套装，这一套也会被替换掉啊。所以说，我觉得就其实也不用太执着啦。不买五千，哎，对哦，靠背啊。不要，是男人不会用到那五千的。我是男人。女武神有套装，真的假的？我是真男人。上吧！哇呀！变强了！但好痛！好要痛！我还没中，可惜呀、啊。我还没看到，靠北啊！该死的小怪，斯巴达硬靠！我觉得我装备提升之后打得还蛮顺的、欸，我觉得是打得赢。
妈直接叫啊！拔翅膀喽！红烧鸡翅我最爱吃，以后没机会再吃。Thank you for releasing my physical form. 释放出来了。Only gratitude. Why are you trapped? I am uncertain. 我不是很确定。My mind still fragmented. The Rokstol of Valkyr.It is the last thing I remember. 哦，我知道女武神议会厅在哪里。I must return. 我知道那边呢。我知道那地方。给我你的东西，你的头头，又塞到我的异次元屁眼里。Nice. The Rokstol of Valkyr. What is that, Mimir?It's a council chamber of sorts, hidden away in Midgard. The Valkyries would often need a place to confer outside of Odin's prying eyes. 召唤国度移动，让周遭敌人暂时慢了下来。升级可以增加时间。我记得有人说这个超强的，是不是？有人说建议我装这个、欸，建议我装这个打，都会很方便，是真的假的？ So the saying goes. 真的吗 ？Remember the room with the eight thrones.I think so. We've been to a lot of different places. It's to the left of the two Orcman statues. I didn't call it out for what it was at the time. I didn't know for sure. Think we'll find. 赤手空拳伤害加6%。That chamber held a special. 哎，等到我们这个收集多一点，我们来当拳王好不好？一拳超人就是我了。不知道这个对斯巴达之怒有没有效果？我记得我这个好像很多。咒术的嘛，他这次都咒术的嘛。赤手空拳，有没有办法筛选啊？防御、活力、冷却、物品等级。哎、欸，我记得我很多啊，怎么剩下只剩一个？对啊，怎么剩一个？那呢？算了。第二个哦，我们再找第二只吧，找看看吧。我还要再打、啊，我要再打第二位女神。不过他这个符文都不能装，哎，好可惜哦。尤其是承受伤害这样东西，试试看。他的移动我不是很了解、欸。大概就知道了。哪边还有女神啊？恶灵的指虎。敲敲敲，敲好敲满。邪灵入侵，为何奎爷的皮肤是白的？这个是诅咒，他深陷了这个诅咒，我忘记是什么诅咒了，好像就是杀掉他妻儿的诅咒。对，他是他前一代，第一代的，第一代的那个女。算他老婆吧，他第一任老婆的骨灰撒在他身上。看到几点了？我们再打一只女武神好不好？
我们再打一只女武神。女巫附近有女武神，有啊，就这只啊，打趴啦、啊。还有哪边有女武神？这里吗？这边的这边，我去过，里面没有女武神啊，里面只有一个裂缝而已、欸。哦，还有女儿的骨灰哦，对啊，还有哪里啊？只要是叫做奥丁的密室，都是女武神啊。这里，等一下，这个女武神我打过了吧？这边有一个。他弟弟有吗？谁个弟弟？还记得一到三代的主题曲吗？我只记得 Kratos。It's another Valkyrie。又是一个女武神。We're gonna save her, right? If by save her you mean brutally rip her wings off.Enough, both of you. I will decide the best course of action. Course of action. 在打之前，先搜刮一下周围好了。这附近搞不好又有奥丁的眼睛。好，这边显然已经开过了。再来就是地下室。地下室，稍微看一下。嗯，不对啊，地下室不是走这里啊？好像没地下室哎、欸，算了，开打。Prepare yourself. 这次我没打过哦，先讲。看这招不能闪，黄色的呢？黄色的呢？干，没有把他射下来。这只女武神有点吵，真的。等一下，看到贱人了。看不清楚。那太慢。干，这招我没看过。三下、四下、灰四下了，改灰四下，这家伙靠呗。
靠别按错。哇塞，这么痛哦！哈哈哈！哎，好玩呢，这个有挑战性。我要稍微换一下我们的护身符，我觉得这招我还不太会用，暂时先不用了。我们先用这个好了，怕死状态。使用怕死的打法，杀死敌人时来不杀死敌人时用这没屁用，燃烧伤害还是什么？元素印记。格挡成功，触发冷却。哦吼，还可以这个、哦，攻击消耗怒气减少15%，可以用更久就对了。极低耶、欸，有没有极高啊？都是极低。好像没有一个很好用的东西，随便装。我应该我装错了，哦，走错边。儿子今天都没有叛逆吗？剧情已经过完了啊，他叛逆期已经结束了，我已经破完了结局了。按错了，按错了，继续烤。按错键，
干，最后一下挡不住。感觉这招超没用。哎，我闪过了、啊。我被这一只女神打死18次才赢她，看来这招没有用啊！因为我都在跑了，我还有时间回啊！看来就这一招吧。格斗一直不断的在位移了，还有时间站在中间给你这边撸去卖5000，不要。Prepare yourself.干三下，立马防御人家。按错，哎，破解了。干痛！干你娘！卡在那个鬼地方。太远了，不会吧？我觉得双刀比较好打哎、欸，我觉得双刀比较好打。Prepare yourself.按错了哦！干我在干嘛？
哎，怎么可能？啊干！我看不到啦！干，这一招太快！干，一直叫五千五千。好了好了，去买五千啦。烦嘿，五千。啊，我想其实是打得赢，好不好？五千只是一个保险。啊，为了加速我们快速通关，五千。女武神的面具怎么不见了？有吗？有不见吗？五千大魔王，还是要买一万的那一个，直接增加怒气，反打一波，又加回血，应该不错吧？我就买一万算了，还可以马上开斯巴达跟他互敲。哎、欸，小南安安被五千拜倒在群下，我输了。我的认真败给斯巴达之魂。好、啊、抱歉哦，唱得很难听。哎、欸，我们拿到这是什么？可以直接升级耶、欸！不够升了，要一个完美的阿斯特。这个可能要打到某一只女武神吧。Well, see you next time you need something. 你看嘛，狂战士按下去，马上就可以开那个狂战士之怒，买了，开了边加伤害边回血，不错。Where were we on that other? 来吧。直接打完就休息啊！你黑画面，那别人都是在看什么？如果你黑画面，那别人是用天眼通在看吗？什么时候打败北欧神？这个详情要请见战神五了。Oh yeah, babe. Oh yeah, babe.快点在九界之湖八个国度塔点燃！不是啊啊，有一个我没办法点啊，我不知道这边的塔要怎么进去啊，这里的塔我进不去啊，我其他都点了啊，就是这里不知道没，我就是过不去，我不知道我怎么点。要睡了，晚安。我到时候再找时间私下解一解啊。是下在点。Prepare yourself。哎，我的狼魂呢？没 CD。飞太高了吧，这家伙！试试看这一招。哦有哎、欸，哇，可以打一轮。哎、欸，位置不对，位置不对。干，这一招超讨厌。嘿嘿嘿，挡嘞！
干怎么那么痛？好死啊！唧唧歪歪。靠背招超痛，每次都败给那一招。他奶奶的熊！痛！や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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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干！差一点啊！一个紧张就死掉了。再一次，打得赢啦！行啦，行啦。Prepare yourself.这招超讨厌，靠背的。打了几次啊？按错。
痛！哦，差点，差点就往生。干你老师又是这一招。太乱了，我看不到了，靠杯啊！差一点，不败 ，Yeah！ 红烧鸡翅我又吃一次。好吃，好吃！啊啊！哈哈！可以不要这么煽情吗 ？This one is louder than the last. Milady, please tell us. Why are you in this physical form? Why fight us? I do not know. The soul of a Valkyrie cannot remain pure in a physical body. We belong in the spirit world, which is where I now go. 再会了。Goodbye， 好俏皮的女神啊！你怎么可以那么俏皮呢？终于，哎，要结束了，各位，我要关台了。关台，关台。啊 ！Somebody made them this way. Yeah， 我才打了三只。I wouldn't want to speculate. You know something.Mimia, smartest power alive. 哎呦，每次成功使出筷子手的劈砍时，有中等几率可以发动增益效果，获得女武神重击，在下一次攻击引发大爆炸。什么叫筷子手劈砍啊？ Well, we had history, I guess you could say. Like, 哇，为能呢？没关系，装了就知道了。原本是什么？哦，原本是斧头击中的时候低几率哦，呵，装了，感觉很强。Yeah. Magic history? Ah, lad, you're making me blush.
can I still blush? First we hunt these creatures, and now we chase your former lover. Oh, it's more than a distraction. 受选者，译者之眼。受选译者之眼。哦，在闪躲时爆发一般速度。哎，听说这个超好用的。Someone changed them. Get them from their duty.听说这个这一招我看巴哈有人在讲说这个翻滚实在超翻滚距离会超远的，真的假的、啊？是来该换一下啦，该来弄一下啦。卢恩符文，只是不知道拔什么而已。这个拔掉好了。不对。不是这个，刚刚那个嘞，外层之眼，把这个拔掉，然后装上这个，听说这个闪滚超快的，哦，小怪处决会多一个大爆炸这样子哦，就是 R2 重砍那一招哦。Sure, lad. We should ask more of them, if of course you don't mind the distraction. 欸，好像有比较，好像有滚不较远哦。欸，有欸，你们有没有感觉？我是有感觉啦。横移翻滚速度变快，大概是多一倍的距离吧，就不用像我刚刚翻的那么辛苦，还要连续两次才可以闪他那一招打地板的。可是这用斧头才有用啊，这是拿来装在斧头身上的，砍小孩四刀好了。Yeah， 好啦，这边打完了，记个路休息，有空再继续我们的女武神之旅啊。好，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搞啊，收集道具的部分的话，我可能找个时间私底下收集一下吧。哦，像是渡鸦啊这种麻烦的鬼东西，然后像是找一些什么啊、什么差事啊，还是什么神秘通道，我这边还有两处没找到，要把它玩到全部百分之百。哦，像是野灵啊，野灵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未发现居然有两坨，应该是这里未发现啦、啊、因为这边有迷雾啊，我可能到时候要从这边边缘然后再想办法走到里头吧。好啦，休息了，改天过去收看。来，有明天看有没有机会开塔吧。这个想办法先把方舟方块升出来啊，升完了之后明天再说。改天各位晚安，拜拜。